宁光市安徽省滁州市代管县级市，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边缘，居江淮分水岭北侧，地处东经117-119北纬32-34之间。宁光市于1994年5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撤市，属滁州市代管，现为南京都市圈的协作城市，也是瓦江城市代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员城市。宁光市幅员面积2335平方公里，总人口为648810人。2014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02.7亿元，增长 9.3%。